我们这里有四种类别的早餐，然后每种早餐代表不同的挑战，挑战成功则胜利，挑战失败将会受到惩罚。终极大奖，终极大奖有三关，第一关是我需要跟工作人员玩石头剪刀布，胜利了我就进入下一关。第二关是拿说 yes ok 指左边、中间、右边，然后用相反的方向，做对五次啊，十以内的加减法。好，这个没有问题。石头剪刀。水果套餐的游戏规则：吃早餐，三字一人说一个字，重复循环，看谁先出错。游戏成功即可获得丰富早餐。哇，大白标兵的人，来试试啊！吃早餐，吃早餐，吃早餐，吃早餐。我觉得，我说实在话，我玩这种游戏可厉害，我让我来帮你玩吧。好，来，我帮你玩。往后退一步，我看不见你们了，我视野有点窄。干嘛了？我们现在被他掌控了。3、2、1。完指定的菜名（括号12个）（括号完了）即可获胜。开始啊 ！Lady， 管家鸡会鳗鱼、清蒸火腿、八宝鸡丁，会鸡肠肚、半瓤子、龙虎鸡蛋、茄干、卤肉、蟹肉羹、炒腰花、清蒸翅子、炸飞禽。别闹了！哎呀，我们喜爱姐姐怎么回事啊？不识字儿。哦。不行，那我掐的白了。你想要挑战哪一个？虾饺，虾饺。
工作人员喊口号，玩家需要做出口号相对应的手势。口号：大雨鼓掌，狂风暴雨跺脚，打满十次才获胜。You ready? Yeah. 小雨，中雨，大雨，狂风暴雨，大雨，中雨，狂风暴雨，小雨，中雨，狂风暴雨。OK。狂风暴雨，小雨。好直接。八加七等于多少？十五。八加九等于多少？三二一，十七。终极挑战只剩两个名额了哈。挑战终极大奖的人，现在名额之前要表演个个人戏。我可以一直找活人。哎，有意思。为青春制作人打。可以吗？认证，认证，好不好？来 ，It's OK。老刘，帮不了你了，帮不了你了，老刘。我的个人技是用手指给大家跪下。嗯，下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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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剪刀布，我学狗叫。哎，我跟你叫嫩的。来来来，石头剪刀布。OK， 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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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OK， Yes。兄弟，那个加减法，请问 ？OK OK。八加八等于多少？三十六。终极的最后一个喽，你表演一个什么才艺？Yes OK， Yes OK， OK， Yes， 对吗？下一个，十语内的加减法，请问，请问，八加六等于多少？三二一，八加六等于四。老师说了，要你跟题目一起说，是吧？对。OK OK。一个月第二早餐任务结束，三二一，干！这个就浪费了。对啊，老师洗，老师洗。